我们主耶稣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主，他的爱和应许是从来没有改变，并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以这样的来认识上帝、认识自己，正直面对上帝来活的时候，软弱不受控告，受试探也能够放掉。当我们继续正直，不消灭主的爱和应许的感动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凡事指教我们，主的智慧美意就会向我们显明，口中就开始有信心，心中也开始有爱，之后上帝就会把人带到我们面前祝福他们。这就是一个享受天国的奥秘了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，耶稣他用4种、3种的比喻，之后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？然后就在11节，主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各位，这天国的奥秘是要怎么知道的呢？就是一个重生的人，然后今天听了上帝的话之后，得着3个感动，就能够知道天国的奥秘。那哪3个感动呢？第一，听了神的话而知罪与扎心。知罪是一个生命来的，当圣灵敞开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能接受一切的爱与恩典，这个叫知罪。有时候我们会苦闷不喜乐，想到以前犯的罪或现在所犯的罪而内疚受控告。当这些问题来的时候，马上想到是要知罪。知罪什么呢？就是知罪那不幸的灵。其实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万人都会犯罪了，所以他来是要招罪人，不是为了招行为好的人。所以当主把他的话传出去的时候，是要叫人得释放、得自由，叫人不被定罪和不受奴仆的心。但是为何还会受问题的捆绑呢？主已经给了我们这么丰盛的应许了，但因为就是不信他的应许，所以仍无法从问题出来。事实上，上帝的话本身是叫人知罪与扎心。知罪与扎心的人，上帝马上会保护，就像撒该，耶稣马上保护他，救恩就来到他的家。所以知罪的人因为蒙怜悯而无罪了，扎心的人是立时看见上帝的爱了，之后问题与情欲就不能再存留在我们的心中，以致能看见了天国。然后第二，听了上帝的话，心里面马上就明白过来，因为发现原来跟自己的条件情况无关的，主是绝对爱我，主是绝对赐福我的。想到这个，心里面有全然的自由。如果一个人的心不蒙爱，没有蒙召的心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侍奉的多好，但遇到不好的情况或有失败犯错了，上帝的话就变成字句，变成律法的条规。当然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，要爱神爱人等等，其实都没有错，但是背后有你是蒙爱的，你是蒙神呼召的，你整个的生命都是蒙受神的恩典的。这个心灵得着之后呢，就会想，我为什么要爱世界？为什么要受控告呢？为什么要跟人吵架？诱惑来的时候会想，为什么要把尊贵的生命给这破坏我生命的东西呢？马上这东西是会放掉的，因为恢复儿女的自尊心。这样的时候，没有字句与律法能限制我们，心灵是自然厌恶罪，亲近上，在爱里头有圣洁，在圣洁里头有完整的爱了。所以呢，最后因为有蒙爱蒙召的心，听了上帝的话之后，心里就会在凡事里听从心中的主。什么是听从心中的主呢？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怎么跟从。比如每一次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，很简单，先知罪，主我知道我软弱，有时候不信，但是主我知道你爱我，要赐福于我，
所以主你告诉我我怎么做就好了。这就是恢复听从神的心。可是心中若还有自己的想法眼光，要寻找自己想要的结果，或者有些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套上上帝的话，那绝对是看不见上帝的能力的，问题也不离开，然后也带来矛盾的心。可是当我们听了上帝的话之后而信，独一要听从上帝，上帝的智慧马上向我们显明。从那时起，上帝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与我们所去的地方、所面临的问题，也会看见上帝的恩手亲自会帮助、会挪开的。各位，但愿我们听了上帝的话，都恢复这个三个心灵的感动，而看见天国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，也继续接着各样的事情与情况里更实际的看见天国的奥秘。虽然我们还是会软弱，也不是一次马上就能够明白得着天国的奥秘，因为天国的奥秘是无限的，而且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。所以重要是不需要受控告，乃是来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就好。这样继续活在与神同行的生活里，我们便能更深更实际的依靠圣灵来活，而看见凡事上的天国了。